8月29日消息，创业公司 PICO 发出全员信，披露该公司被字节跳动收购。此前，字节跳动已在 VR、AR 领域进行了长期的研发投入，在交互系统、环境理解等方面收获许多技术成果。PICO 成立于2015年，由现任 CEO 发起创立，歌尔股份是其战略供应商。除了为消费者提供游戏和影音娱乐服务，PICO 的 VR 产品和技术也已投入企业级市场，为培训、医疗、展览展示等行业客户打造 VR 解决方案。